基督徒。关键是信心力，你信心力有办这个读经啊？啊，因为遐吼，即摆人一个济，人一个济吼，啊，空间无够，所以咱就来刷来后壁四楼，哦，四楼的宾馆。哦，即、這个杨洋就是从对第一行路就来咱古井班。咱囡仔自细汉就爱甲教好，通话安尼要教。
囡仔伊个礼貌，吼礼貌啦，啊是伊个穿衫啦，啊是伊个讲话啊，你若无甲教好个话呢，你以后要教伊就困难。所以这是咱读经最重要个目